好，我们看例47就是说哈，现在有一个质量哈，大 M 的那个车子往前前进，啊，假设地面是没有摩擦的，那现在有一个那个小 M 哈，垂直这样掉下来，啊，掉到那个大 M 身上，啊，问哈，掉下来以后大 M 的速度多少？我们看哈，整个系统哈，水平方向呢不受力。所以这个系统哦，水平方向的动量从一开始，它的动量等于零，水平方向，它的动量是 mv。啊，后来掉在上面的时候，两个一起跑，一起跑速度叫 v prime 跑，就变成呢小 m 哦加大 m 呢 v prime， 所以就知道呢 v prime 等于多少。小 m 加上大 m 分之 mv。